巴克斯奥卡威日本做得非常成功。对。哦，这个小阵容就是人人都必须要有开炮、开三分的能力啊。这个应该是日本这边啊最受瞩目的选手，芥川Anthony想是，他是个混血，对 ，Sukigawa 啊，他是日美混血，对对对。看他的中间名啊，就名都没写什么。对。啊，他也是，他心念其实大一啊。哇，他的 finish 能力真的。回头再去找 Sukigawa 外线出手又进了，开赛就 on fire。对。那也要来看看菲律宾的哈，这么在暂停回来之后能不能改善防守？哦，这个芥川，对，已经是完全开赛是包办了日本全部24分。是的。哦，再交给他一下。这个防守又漏哇！哦，看得出来他的跑动是非常非常理想。然后开赛打了一波，结果后来被芥川换下去了。哇 ！Sukigawa， 哇！八强之后都是在对最终的决赛决战世界之巅，就是所谓的 Asia Mall 这个购物中心球场来进行比赛。那个球场都在亚洲的国家，那可以说是只有亚洲的国家对举办这样子的比赛是。以日本来说，一般认为他应该会是这一届，包含是即便算进像是三旗一射的这些。我先把苦阿美换上来之后，你先巩固了禁区啊，然后再把对方的整个节奏稍微慢下来。不过这边要先注意，日本大这场比赛目前拿下了7分啊，这个全队得分第三高的，那么仅次于 Sukigawa 跟小泽飞哟。加罚状态中，日本要来罚球，自己两队都让对方进入到加罚状态。之后呢，在西班牙马拉加有过交手了。55-47，还有1分20秒。Sukigawa 这个球又进了，待会看一次，身体歪歪斜斜的，对，看一下他从高位的持球进攻，大概过掉半个身子而已哦。而且身体其实在有对抗的情况下，还是还有2分05秒，前三节比赛结束。三分球，现在 Sukigawa 再开高。对。